和美町公所连续六冬伫咧山东路的花田举办着花样和美活动，除了盛开的叫阿花，和民众会当伫咧现场翕真水的相片以外，现场哦，佮有农特产品展售，佮气垫游乐园活动有通食，佮有通耍，吸引袂少的民众来到遮赏花佚佗。河滨电工所连续六年伫山东路的花田办理花样和美活动，活动当天有出日头，气温回暖，也吸引大批游客前往赏花、摄奇迹。牛年鸿运迎新春，然后花样和美的一个活动，然后在风和日丽、天公作美的之下，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小朋友跟大朋友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。我们的活动有农特各社区农特展的一个展示，以及我们也做公益的一个活动，在捐花票，然后换取50块的一个免费的一个消费券，让我们的这个活动能够做公益。做活动啊，我们办活动来做公益，让我们的社区更能祥和。然后新的一年的开始，也祝大家牛年行大运。在这个期间，也是在防疫的期间，也希望大家做好防疫的工作，让我们的活动更顺利，我们的身体更健康。旁边呢，也阁有真侪表演会使看，啊，阁有呢，咱的这个小朋友会使参加哦，有做一寡啊小孩子的活动，会使讲哦，啊，为老到少年哦，大家拢会使参加，好欢欢喜。今仔多啊日头真美，啊嘛真舒适哦，啊欢迎咱的乡亲哦，利用这个啊温暖的时间哦，快点再来走一走哈、哦。那嘛要拜托大家哈、哦，要做好保暖的工作哦，因为咱这几天咱中华关欧卡完了10多外去哈、哦，咱希望讲咱特别是咱有慢性病的乡亲，一定要做好保暖的一个工作。活动除了美丽花海会当翕相，现场阁真侪就是龙山的灯树花。另外，阁有真侪公务机关设立单位进行证人宣导。河美警察分局也特别设置行动布置站，和特勤的民防警务人员补充能量。台中华新闻由洪武河美采访报道。